持续来关心台股，上周五台股持续上攻，有望挑战8600到8800点。那分析师曾炎玉认为，多档指标股如华宝、人保，还有台塑跟台积等表现强势，是这一波盘面上涨的关键。那类股部分，则是看好明年具备成长展望的电子还有传产类股。更多观盘重点，来看经济日报的就事论事。